我是曾一杰，欢迎收看今天的节目。台北股市现货以及十一月期指今天出现了一段上冲下洗的行情，中场现货上涨了27点，期货则上涨了49点。我们先来复习一下整个十一月期指今天的当冲走势图。今天整个十一月期指呈现一个狭幅，呈现一个区间震荡的一个行情。那我们来复习两个关键的转折点。首先，我们看到今天的最高价，它叫9539，在9:05的时候出现；最低价，它叫9428，在10:30的时候出现。那今天的当冲区间呢，还是一样突破100点。总共有111点的区间，虽然说今天的当冲区间有111点的区间，可是今天有两大段的行情，我们一起来看一下。第一大段行情是从这个9539下杀到9428的这一段行情，111点。第二段行情是从9428反弹上来到这个地方9510这附近哦，9510这附近这一段反弹上去的行情也将近80点，你看看哦。111点再加上80点，今天总共行情有181点行情。我曾经讲过，自从10月11号台指期出现一个重挫800多点的一个行情之后，接下来每一天的行情波动幅度都超过100点。那我也讲过，在这么样100多点的行情里面，其实你只要当中能够做得好的话，就绝对比波段单还要赚得更轻松、更愉快。为什么？这一波行情啊，波段单你只要留错边的话，很容易这样一开盘瞬间损失百点以上，甚至于损失200-300点的大有人在。所以最近的行情，你只要把当冲做得好的话，其实就有很多钱可以赚到手。那重点来了，到底在最近这么大的一个机会里面，要用什么方法赚到钱呢？又是牵扯到方法。我讲过了，行情虽然很大，波动区间虽然很剧烈，可是你只要稍微一个不小心啊，你做错了，你就会赔很多钱。我举个例来说，像今天早上这个地方哦，来导播拉近，这个地方呈现一个洗盘的整理一个格局，在这里你只要站错边，你跑去做多的话，整个拉远。这一段下杀的行情就超过100点，你绝对呢会停损出场，对不对？所以在这里，如果你想要一起大干一票的话，一定要跟对人，用对工具。在今天的行情里面，我们一样又要继续来跟大家分享我们的会员实战操作。一样，在这么大的行情里面，当然专业的曾一杰一定是要让会员朋友呢再度开心的赚到钱。问题是要怎么做呢？我们直接来看一下。我们今天会员的实战动作，我说你想要在这个期货市场上赚到钱，只有两个条件，第一个就是要跟对专业人士，第二个就是要用对专业工具。直接来看一下我们今天的实战操作。首先在今天早上8:52的时候，8:52哦，导播拉近哦，这个都是期货开盘没多久的事情，我们就请会员直接试价放空。来，我们来看完整的简讯。十一月期指目前的报价在9517附近，那么收到简讯之后，不管价位多少，给他试价做空至少两口大台子。好，这8:52我们就请会员进场哦。空在哪里？9517。那这9517会不会成交？一定成交，因为最高还来到了9539，9:05。所以这个9517空完之后呢，行情呢后来就杀到9428，对不对？行情就跌下来杀到9428。那重点来了，当行情跌到9428的时候，我们的会员朋友需不需要知道这个9517的空单要回补？当然需要知道啊，那要怎么知道？我也教过大家，当行情我们是采取试价做空的时候，停利点不要拆，完全让仙人指路的支撑点来告诉你。那仙人指路怎么告诉你呢？他会在8:45每天去精算当天的高低转折点哦。这套系统的功能就是在针对于期指当中的转折点而设计。所以当我们在9517试价进场去放空的时候呢，会员朋友到底要怎么得知今天的停利点？很简单，只要安装仙人指路的投资朋友以及会员朋友，你都会清楚的知道8:47我们发了这样一个简讯给我们的仙人指路系统用户，今天的地线当冲支撑，你有没有看到当冲支撑就在9439上下两点，这是什么？空单停利参考点。所以做多停利看压力，做空停利就是看支撑。问题是支撑点谁决定的？不是我决定的，而是我们的系统精算出来的结果。这系统今天精算出来的支撑点就在9439。那这空单呢，在这个9439给它回补掉之后，就顺利的大跌156点。你看看，光这样一笔单就30000块喽。你只要跟着我做两口大台，然后按照我们软体的一个支撑点9439给它停利掉，你就可以怎样享受到156点的机会，对不对？想到了玩156点的机会之后，还有没有机会再赚钱？有啊，来看一下仙人指路的系统用户。来，同样是仙人指路系统的用户哦，在8:46就已经事先告诉我们会员今天的低点，今天的低点预判观察9439上下两点。来，
请预挂这些点位要干什么？要进场去做多啊，要进场去做多啊。所以说，如果你今天有仙人指路系统的话，你今天会在9439才去做多，不是在一开盘去做多。为什么？因为一开盘曾老师是带会员放空，所以你看看喽，跟对专业人士以及用对专业工具，是不是就可以很轻松的在每天在期货市场里面借由当冲两口大台子，就可以轻松掌握到价差。来，那我们来看一下哦。那这一笔单进场之后呢，后来呢，我们发了一个停利通知。来，10:08，软体会员按照8:46地线转折支撑9439做多者，哦，我们看一下哦，价差50点，挂定价9489干什么？出场收工啊，哦，就可以出场收工了吧？这个9439弹上来之后呢，我们还没弹上来之前，我们就告诉会员朋友，价差50点，哦，可以挂定价9489，然后出场呢，你就可以收工了。所以软体会员按照这个地线转折9439做多者，价差50点获利了结出场，就是9489。所以你来看一下今天要怎么赚，很简单，你有我的扣讯，再搭配我的软体，讯息结合软体，你就能够十拿九稳的赚到钱。怎么赚呢？我们一起来看一下。以今天来讲，这个9517给它放空下去，各位早上就是一段行情杀下来，我们一起来核对一下，9517给它放空，这一段行情跌下来之后，最低杀到9428，对不对？但是我们的会员朋友有软体的都知道。今天软体规划出来的支撑点叫9439，高点放空，支撑点出掉，就跌了156点。接着支撑点给它做多，一直到9489，这个写错，我等一下会改过来。这里有吗？打波拉近，这叫9489。这9489出掉之后呢，就它再涨几点，再涨100点，几百点，好、哦、几百点。所以今天的行情两段，我们通通掌握到，共计涨跌多少？256点，这样就5万多块哦，51200块。你以为事情结束了吗？不好意思。还没结束，我们再来看选择权的操作。我讲过了，最近行情因为波动大，你去看一下选择权，选择权的隐含波动率啊，会随着台子期的波动而出现变化。什么意思？当台子期的波动很剧烈的时候，我们举一个例来说，你可以去看一下10月11号台子期重挫800点那一天，整个选择权的隐含波动率就大增。那这个时候买方哦，选择权的买方哦，选择权的买方策略，你只要站对边的话，通常都可以看到很大的一个利润跟报酬，甚至于出现翻倍的情况，翻好几倍都有可能。上个礼拜、啊、我们选择权好几天都翻倍，今天我们再添一胜。来，我们往下看哦，选择权真的是一个很棒的商品，不过呢，台面上真的没有几个会做，只有曾老师每天带会员做。为什么这个选择权我说你一定要会？因为它真的很棒，它以小博大，亚洲期王曾一杰就是要让你的财富变更大。既然以小博大，你就可以用小资金来变，让你的财富变更大。那要怎么做呢？当然不能乱做，跟着曾一杰来做。那怎么做？我们直接来看一下扣讯哦。今天8:53，你看一下哦。我让你看一件事情。今天其实在早上8:52、53的时候，我们同时做了两件事情。首先，台子期8:52，我们给它试价放空。8:53，紧接着再告诉选择权的会员，来，10月第5周选择权稍微推后一点就可以了。好、哦，10月第2周选择权哦。9450的卖权，今天在57点附近，我们请会员呢直接试价买几口，买它20口，买二十口啊，买二十口啊，买9450的卖权，57点买二十口，那20口的选择权到底要多少钱呢？我们来看一下哦，这个买方策略今天就只有做这一笔，没有第二笔，也没有第三笔，就只有买进这一笔9450的卖权，今天在57点附近给他买20口，买二十口，资金呢只需要57000块。我相信任何一个投资朋友，你有参与期货市场的，应该都有57000。那讲真的，连57000都没有的话，你真的不适合做期货了。我们讲真的，那这57000的资金，我相信一口大台现在的保证金是96000。你用这样的资金呢，你不需要用到一口大台的保证金，你也可以赚到钱。来，我们看一下这个57000的资金呢，进场之后呢，今天到底可不可以赚钱？首先，我们看到今天盘中最高92点，收盘倒波拉近，收跌68点。这一定有钱赚嘛，因为我们买在57000，你不管是放到收盘再出掉，或者是盘中给它出掉，都有利润可以赚。盘中最高冲到92点，10点半，我们今天在57点买它20口，那后来我们请会员在哪里出，我们一起来看一下简讯哦。这个其实进场之后啊，我就会给会员设定一个停利点。那今天设定的停利点在哪里呢？我们再来看一下简讯哦。来，你看这个进场之后没多久，这8:57我就通知停利了。选择权当冲班的会员，今天进场10月第5周9450的卖权57点部位，我们这一笔单呢不续报到收盘，挂多少？挂77点出场，
哦，我们没有续报到收盘，就挂77点给他出场。那今天77点出场到底可以赚多少钱呢？我们一起来算一下、哦，我们今天的选择权在57点去给他买进20口，然后77点再给他出场20口，你知道吗？你的57000的资金会因为一笔交易而变成了77000，57000变77000，这也要省吧？你的57000的资金变成77000，是不是如同我所讲的，让你的财富变更大？有没有？你的财富是不是变大了？57000变77000，这当然变大了啊！啊，中间多出的价差就是20000块嘛。那你知道吗？这20000块又等于大台子多少？几百点。所以你看，今天台子期你也有钱赚，然后呢，这个选择权呢，你也一样呢，可以借由曾老师的简讯帮忙，可以轻轻松松享受到20000块的机会，相当于大台子多少？几百点。你甲看麦啊，你对我来走，不管是基手，还是软体，还是选择权。我才是市场上真正专业的老师。我们来看一下，今天啊，我们所有的会员朋友，我们只有3种嘛，一种叫做软体会员嘛，对不对？这个叫软体会员，一种叫曾老师的简讯会员哦，简讯会员又区分为棋子的简讯会员，还有选择权的简讯会员，我们就只有这3种会员哦。那你来看一下，我们今天所有的动作，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哈、哦，来，我们今天所有的动作，不管是台子棋，或者是选择权，或者是软体，通通全部都赚钱。好、哦，不管你是哪一种会员，你今天通通都赚钱。首先我们看一下、哦、这个简讯会员今天会放空下来，这个叫简讯会员。你放空下来这一段简讯会员有156点的机会。好，那软体会员呢会在9439做多，来到9489，这是9489，给它出掉，再享受到100点。这个叫讯息，这个叫软体，讯息结合软体十拿九稳256点。然后再来看我们的选择权会员哦。选择权的会员今天做一笔对一笔、哦、可以享受到20000块，相当于大台子划这几百点。所以你看光今天这样子哦，台子期的操作再加上选择权的操作，加起来多少？350点，又果是70000块。你甲看卖啊，行情这么多，你若对有着人，就是会当赚到真轻松，其实还佫赚到比别人较多。啊，你若对其他三卡鸟的老师啊，我甲你讲，卡袂着就歪走，了卡袂着就停损。你自己对过你就知道，动不动就停损，动不动就观望。那为什么要观望？我再讲一遍，解盘师都是因为不会操作，所以他只好拼命的解盘，对不对？那这些解盘师有个共同的特色，不会做，所以经常呢观望，不敢做，你懂我意思吗？跟散户一样。所以在这个地方我再讲一遍哦，最近的行情波动区间真的很大哦。你看一下今天这个台子期哦，讲真的不要我讲，我相信大家都有感觉啦。你看这一段杀下来111点，好，加111点，这一段弹上去又80点，这两个加起来180点的行情。但是呢，你要跟对人才赚得到钱。所以今天哦，今天叫10月29号，对不对？各位，接下来十月份快结束了，十月份结束的那一天叫什么？叫做万圣节，对不对？今天曾老师很开心啊，跟公司争取到这个为期3天的专案，3天。为什么3天？因为今天29号一天。明天30号2天，然后呢，万圣节就是月底3天，今天、明天、后天这3天，我们推出了一个专案，这3天的专案哦，你看一下哦，欢庆万圣节，来让万圣节来挺你，万圣节你们看到，大刚牙啦，万圣节都是大刚牙艺术啦，欢庆万圣节，让万圣节来挺你，怎么挺你？你看一下、哦，你想不想胜利？这是一个胜利的标志，胜利在望，好事成双。这是一个胜利的标志，大家都知道。来，这叫胜利，这叫胜利。好、哦，这个胜利在望，这就是胜利的标志。为什么？因为万圣节挺你嘛，胜利在望，我让你好事成双。这个也是恶的意思。冷行，冷行的意思是啥？来，我头讲过啊，我们所有的群组有这3个，一个叫棋子当冲，一个叫选择权当冲，一个叫仙人指路软体。来，你看一下哦，导播这里要拉近哦，我一定要让大家看清楚，只有这388。你跟几行，你就给几行。来，这个本来388只有一项。我让你多一下，你再看清楚一点，你没有看错，我也没有讲错，就是388，这个388，你只要选择一下，我就让你多一下。而且哦，你看一下，一路胜利到什么时候？到封关啊！你进一行，你就再加一行出来，然后这两行，啊，这两行就是胜利的艺术，胜利在望，好事成双。我跟你讲，胜利在望，好事成双。来，这三行，你凊彩进，和你凊彩进。你跟强，你得跟强，可以后退了，没关系。为什么要让你这样子做？因为我要让你期货也赚钱，选择权也赚钱，靠我们的软体你也赚钱。但是在这里面，你只要选择一项，我就让你多一项，你懂我意思吗？万圣节挺你，为了要庆祝万圣节，万圣节来挺你。所以呢，利用中场资讯哦，好好把握这个机会。这个专案，我告诉你，只有从今天29号、明天30号、后天31号，31号就结束了。
接下来就十一月了，了解我意思吗？利用这三天哦，动作要快哦。我跟你讲，真的三天就是三天哦，我绝对不打折扣哦，三天就是三天，不要到十一月一号你又来跟我要这个，十一月一号我保证没有，我保证没有。利用今天、明天、后天这三天，赶快来火速参与这个万圣节的专案哦，万圣节的专案，留意中场资讯，跟上这一节脚步。我们稍作休息，大家回到节目现场，谢谢各位。亲爱的投资朋友，亲爱的投资朋友，为了帮助全国投资朋友战胜期权，曾老师特别推出了一个圆梦专案。圆梦专案，全方位体验营，全方位体验营，期指当冲讯息，期指当冲讯息，期权操盘软体，期权操盘软体，选择权当冲班，选择权当冲班，三项商品选一项，一季38800元。三项商品选一项，一季38800元。三项商品选两项，一季58800元。三项商品选两项，一季58800元。三项商品一起选，一季68800元。三项商品一起选，一季68800元。战胜期权刻不容缓，让期王帮助你圆梦。速拨迎战圆梦热线0800370888，0800370888，让曾老师帮助各位战胜期权，一起来圆梦。欢迎各位踊跃洽询，谢谢大家。迎战期权，你必须用对方法，跟对专业人士，用对专业工具。期王曾老师帮助您圆梦。期指当冲讯息，期权操盘软体，选择权当冲班，三项商品选一项，一季38800元；三项商品选两项，一季58800元；三项商品一起选，一季68800元。战胜期权刻不容缓，速拨圆梦专线0800370888，0800370888。期王曾老师选择权当冲班，天天出手买方策略，风险有限，机会无穷，天天享受倍数机会，看着别人赢不如自己赚，做对选择，选择最好。现在立刻拿起电话，一通电话保证惊喜，价格满意，02-2578-3777，2578-3777。欢迎回到节目的现场。以最近的行情来看啊，其实老实说啊，真的没有必要去冒看不到的风险。什么叫做冒看不到的风险？很多人喜欢赌流仓，我认为流仓都是在赌啦。我们讲真的，不要告诉我你在做什么波段单啦、啊、那个流仓的未知数啊，实在太大了。美国今天晚上到底会大涨大跌，你怎么知道？晚上川普到底会讲什么话，你怎么知道？国际会发生什么事情，你怎么知道？所以以最近的行情来讲，我认为没有必要做流仓的动作。为什么？因为光是当冲的行情就高达111点的区间，你干嘛去给他拼流仓呢？一点意义都没嘛，对不对？你只要流错了，动不动就赔掉100点，哎，赔100点真的很痛哎。一口单100点就是20000块，那你口数稍微大一点，可能睡个觉赔个几十万，对不对？那没有意义。但是这个当冲呢，你只要好好做，5点钟的时间你好好做。哦，5点钟的时间，你也做会交稳啊。其实你就会当大干一票啊。但是我知影足侪人赚袂到钱的，啊，若无就是拢赢一注注啊。啊，像你我都赚着大钱，因为我讲过啊，你只要不是像曾老师这么专业，你没有曾老师这一套这么专业的软体的话，我跟你讲，正常人根本都是很难赚到大钱。你有可能侥幸会赢到小钱，但是你也很有可能因为呢，看错了做错了就赔很多钱。那你看你赢一点点，然后呢赔那么多，你到最后结果还是赔嘛。所以在这个市场里面，到底要怎么做才能够赚到钱？第一个，除非你本身就是像曾老师这种高手，哦，你当然可以赚到钱。那如果你不是高手的话，我讲过了嘛，你就跟着高手做就好了，不要假搞，你懂我意思吗？像今天要怎么做？你看哦，有我的简讯多轻松，早上8:52就试驾放空，对不对？你有的软体更轻松，8:46，你就知道今天的低点在9439，要干什么？要做多啊！那你一趟放空下来156点，一段做多上去100点，哎，这两个加起来就256点嘛，安尼敢无好？轻轻松松嘛，有我的简讯，又有我的软体，是不是就可以十拿九稳？而且还没结束哦，我们再来看一下另外一个群组选择权的操作。选择权今天只有做一笔单，就是买进卖权，9450的卖权，在57点给他买20口，
77点出场20口，57000的资金变成77000，中间价差就是20000块，这就相当于大台指100点。你看，光看这个期货加选择权就356点。那今天这个选择权，你不要以为这20000块很多，你不要以为很多。我跟你讲，上个礼拜不知道翻倍翻了几次。我们来看一下，盯了100，或者10月26号，好，10月26号怎么做嘞？来，你看选择权，你看看哦，这叫翻一倍，54000的资金变成108000，这个叫翻倍，这个叫翻倍。你看这个价差多少？叫54000，刚刚几倍多了，刚刚几倍多了的54000，这是不是相当于大台指270点？我们再往前看，来10月24号，像这样的行情，这个跌下来，告诉你，这很厉害哦，这三倍哦。你不要以为这个这个没有什么、哦。这一段行情这样杀下来，10月24号我们翻三倍，你用45000的资金翻三倍变135000，价差90000，你看嘛呀，这有多少条不？所以你最近的行情，你要对有丢人，你看这个选择权你也乌白做，钱不但赚不到，你连你本身投入的资金全部都归零掉，一定很多人吃到归零高。可是你跟着曾毅姐来做，又轻松又简单，对不对？我们的指令非常的清楚，一笔单就是20口，你20口压进去之后翻了三倍。一天的行情，90000块，450点。再来往前看，来10月23号，好、哦，10月23号，55000的资金哦，变成88000。这个每天啊，我们的实战操作啊，都在电视上跟大家分享。也就是说，最近行情波动很大，所以在最近的行情里面，你更要把握。尤其是曾老师刚刚在上半段的跟大家所讲的，接下来10月份就快结束了，就是因为10月份要结束了，刚刚春沙刚凉，10月29号一天。10月30号两天，再来10月31号就是三天，然后10月31号刚好就是万圣节，对不对？为了要庆祝这个万圣节啊，来，曾荫节就是万圣节，你们看到万圣节，因为几乎天天赚钱，我要来帮助你，怎么帮助你？你看清楚哦，这是一个胜利的符号，胜利在望，好事成双，胜利在望，好事成双是什么意思呢？我要帮助你，我要让你胜利，怎么帮助你？透过我的棋子当中简讯，以及选择权的当中简讯，再搭配我们的仙人指路实战系统，这三项商品哦，你仔细听哦。导播拉近这个地方，我让大家看，我让大家看这个数字而已。这个数字你看一下，你看一下，你觉得划不划算？你只要哦看到这个数字，你就知道你选择一项商品，我让你再多一项啊。但是这只有三天的时间，为什么？这不可能长长久久一直送给你吧？我认为三天的时间很宽裕的。如果你愿意跟着曾老师一起来实战赚钱的话，我认为不要说三天啦、你节目看完其实就可以打电话了，你懂我意思吗？不用等三天哦，但是你提早一天呢，你就多享受一天。为什么？因为我要让你一路胜利到封关，所以你今天就不要再想了，明天礼拜二就跟着我们一起操作，明天礼拜二不要乱做哦，每天波动行情都有大，一路胜利到封关。想要跟着我们一路胜利到封关，而且呢，买一项，选择一项，再多一项哦，这个叫胜利。好事成双，所以利用中场的资讯哦，行情波动很大，不要乱做，跟对人，用对工具，跟着亚洲棋王走，财富自然就会有哦。留意中场资讯，把这个电话拨通就对了。我们明天哦，同一时间再继续收看，祝各位明天操作顺利，我们明天同一时间见，谢谢各位。本投资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客也有大证券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，以往之绩效不保证未来获利。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，投资人应独立判断、审慎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。